主料腐竹250克，香葱肉泥350克，辅料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备腐竹香葱肉泥，蘸腐竹泡软，取一张平铺，放上香葱肉泥，卷起，再卷两边，再卷做好的腐竹卷，烧油，放进卷好的腐竹，小火油炸，炸香脆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火力不要太大，小火慢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